今天不错，两边加起来快4000人看哦。两边加起来快4000人看哦。来，等你拿得到吗？拿得到吗？可以哦。那个八大电视台我还不知道。 三百块，三百块来。来，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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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员的话在，服务员的话在社团里面有播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条铁线是几个月了？也300块了。不要来，不要来了。那个公园的话在那个。北青河来。社团里面有直播，龙王自己播的。你要购吗？他是不是要卖那么久，不好直接买就好。我直接跟他讲啊，是够。哦，十斤来斤啊，来只十斤，十斤买五包嘛，五包嘛，完全无六倍，来个斤啊！会没着，虎神在延吉，在延吉街，忘记几号了？延吉街几号？我看一下。一号等下，你看，等下。一个是哦，套一个是套鱼啦，你那个大声一个跳舞。来，这白手排好的啦，这有人来有白手，你扛个扫扫，扫扫蒸蒸的对啦，足简单嘞。钓鱼哦，食这白手，你蒸了蒸起来嘛，鸡仔泡煎较会吃。第二件佫包较甜啊，我少一个这卖用开无翻，就300块拢变成三几千，你开始加多少省啊？对，164号。我少一个这对哦，还有肉鱼，200两。还有肉鱼。肉鱼他都还没卖呢。来两百块了。小姐，你要点这里，你搞收收的点回来。来两百块，200块来来。一个位啊，一个位。你那有搞？你那有搞无啊？有啦有啦。一个来，是讲一个位哦，一个位哦。空海的，空海的，你要。先这样。一包拢几乎大，一包拢。那个土神在礼拜五哈，土神礼拜五，下礼拜礼拜五你要早点去哦。下礼拜一，下礼拜五土神你要早点去哦。两百块，你能挂空？那个你要去卡位哦，下礼拜五的，下礼拜五的土神可能也是这样子哦。
如果你下礼拜五要去土城的话，要早点去卡位，应该也是这样子哦。因为土城的位置比较小哦。来，来，因为土城的位置比较小，你要先去卡位，不然你可能上方外围不好看。了解了解，因为土城大概只有可能只有这一格，土城可能只有后面这一格而已。土城没办法像大这么大格，所以尽量在六点半之前就到土城，到六点半之前就到土城。他七点到的话，如果他比较早排好的话，人家好的位置都卡好的话，就没有好位置啦。佩宇，我今天没办法留。佩宇，我今天没办法留。今天节奏这样子没办法留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个好。来，这结婚哦。我还要。今天。500今天没办法留，真的。来，很多人都是来现场，他看到这种状况，他就没留货，就直接来现场了，因为他觉得留不到，他觉得留不到。因为现场优先。来。第三号喽，对啊，物流站。买来个线，买来最好不能给你啊，我来刮回来。来，小姐，不啊，没有了，然后。羊肉炉我门口人来不啦？阮倒羊肉炉，阮倒羊肉炉拢无人要捧场，我实在不爽。来，我羊肉炉，我羊肉炉。你要看伊，伊起啊贵样进起来。人生只有三个包起来。啊，这上来啦，我问一下上来啦，阮家羊肉炉有人要吃的无？我问家己啦。今麦我哈三只一千条来啦，来，我问姐姐，我家己讲，因为我老早我一块偌济，一块按200-100啦。这样家己叫人做啦，成本才悬一丝啊。我问姐姐，姐买两块啥？两块啦，一块200-200，两块卖你500，你三块卖你700-700，要来我做姐来，100啥？500。人买无来羊肉炉，拢买要食羊肉炉。卖500，我就涨起来，这个我送400-500，四百块，紧啊！500，我来要羊肉卤的，无来500，跟你讲，食阮当羊肉卤，虽然裤边穿衫啦，一两三是400，我来500来来，500，你无啊？无啊，没了啊！500，无人来羊肉卤，500，羊肉卤500，来羊肉卤，我先来500来来，500来。伊即卖会知影，拢是一碗油肉卤啊，所以即卖拢免穿长裤。大个人爱无500-500，大个人爱500，500羊肉卤。大龙，你即卖哦，叫客哦，是去公司食，凊彩一份拢要800-900，我买一片。对，个人爱无，我就食个剩来点。固定礼拜日。500，买两块二啊五啦，2盒250啦，今日来多来啦。2块250来啦，2盒250，这边多只羊肉啦。好，来，我帮你客。来，你一个来，250来250先来来，阿姨讲那么快，无快就讲完。来，你讲完未完了，来，再来你一个，250，
主神固定礼拜五，主神固定礼拜五。哎，你要看我五十的。你要我还有谁要250块两空？你要我啊？还有谁要吃羊肉肚的油麦肉两空？你要我个人来无？两盒你要我？两盒你要我无人来哦？250无人来，那个收起来。哈？好啦，来，啊，过来要搁一什么鱼啊来？嘿鱼呐，嘿鱼呐，买几包的哦？来来，买500块，几包1000块，买我要收买500。来500块，500块来，好不好？500块来，黑林，500块，炒饭、炒面、包水饺来，来，500块来，黑林哥，我来了。来，到你。啊？一包？啊？一包？一包有1000块来，来，给你。好。大元礼拜三，明阳宝招。还个什么虾仁呢？有无？大元礼拜三，500块，500块。等等，五百来。虾仁500，500块，弄我好黑人啊！买回来弄我让我膨胀了，我来。我不血管弄好了，啊，讲要吃虾，吃虾仁，吃迄个。一分虾。黑人啊！好黑人，一分来来。还高母啊？那高母啊，无人买。高母烧了。但你们家狗母烧了，好不好？狗母烧了。我吃血管肉啦，这沙茶牛肉我想买一个。这沙茶牛肉有人来无？沙爹牛肉，这回去哦，足简单，回去炒蕹菜，炒蕹菜，凊彩炒只芹菜贡啦，你欢喜着？这我一包吼，在餐厅炒起一份买二啊五至300，唔免搁调味，回去炒好熟料啊。姜买2包，这3包卖用开500，就4包，我少借300块料啊。姜买4包300，这5包300块，什么吃？个人要吃牛肉、沙茶、牛肉，无人爱哦。这5包300块，我就是这包上6包300块，就是300块来。300，沙茶牛啦，你再一箱牛不够多啦。姜买2包来，4包来，6包300块。一包800。来个剩来300块，6包300块，个剩来了沙茶牛肉，300块，个人爱无300的。300有无啦？无人爱哦。我买4包200了啦，这不要再买4包200块，200块。来掏钱来啦。这些东西真的，卖不要再嘿，牛肉，这些东西真的，沙爹牛啦，卖成这样。这调味调好啊啦，等于炒熟就会使啊啦。保证好吃袂腻啦，够人爱无？200块，真的啦。小姐，来4包200来。还贵200块，4包200块，我现在200块200了，4包200怎么写啦？还贵200块，4包200块，我上来，200来一定来，同意，来啦。还贵200块，上来200块，我现在200块，200块，200块，我现在200块，一条，搁200人来无？无啊吼，200块，我无人来捧上来啊，还包包办你好啊。我们游一圈啊，游一圈哦。哎，好贵啊！你，哈哈，八尾尾，六十七元吧。来，我叫你玩玩。来，我问一下，这九孔包有人爱无啦？你有昨在看到人直播在卖尔？这我问一下，这号22粒的，1块22粒的，昨哦。长哦，人哦，卖1块卖二，8粒的啊，1块卖3啦。来，我借一个谁的来？这1块哦，22粒的超市你卖了了，1块卖你800，一盒1公斤啊。当期你用电锅炊哦，先人买酱就会使啊。店家店啊，店员叫店房家，你欢迎了啦。我借一个谁？1块800，2块1600，剩下这2块我借一个1500的。1000了，好啦，1000块。我总共4人客，两个这一手无得坐，我借一个这3块拢我借一个，1000块了。够人哎，1000块够人，我就包鱼啊！咩包鱼无人哎哦，1块22粒，3块落来66块啊咧！这3块1000块，有人敢食包鱼哦？这3块剩下1000块，食袂了无啦，唔捌食过，买1块35对啦，350，够人要食35，350块包鱼无人哎哦，谢谢无人，感谢你啦！你
的鲍鱼当作石头去卖，都无人会晓吃我顾啦。苦瓜煮的，只要食这血管肉的啦。今麦讲肉，这边我介绍啦，你会使去学校问看卖，这内底两个呢啦，卖酒水的啦，一块好卖啊，这一块今麦卖八倍啦，一人买两块、三块、四块哩，我只要借三百块对啦，四盒三百块。干，咱们食血管肉的，一块我送五盒三百对啦。六盒三百块啦，今天啊，十块俩，今麦讲吧啦。今天啊，谢谢管道。等去看鸡煮面好食啦，剩嘞六澳两百啦，啊六澳三百。线上留言购买，不是啊。六盒三百块啦。线上留言，你要来现场拿。我现在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困意哦。沙巴，沙巴无人来哦。谢管道无人要食哦。我买四盒两百块对。今天啊。林家不客，林家没关系哦，那个不客气。然后今天就是这种状况，真的没办法帮你们仔细留货。今天没办法仔细留货。三百啊！两百，两百啊！这个能百块够两百吗？两百够我钱啊！加了，能百，两百，能百。我现在两百块，我现在能百块，既然能百。两百块下来两百块，两百无人来哦，四盒两百无人来。我问一下，两百块人来无啦？你头一届一箱卖袂完的，搁两百块想要吃两百的，两百块血管肉啦，两百块。哦，我要吃无啊啦，看到啦。过两手五包哦，吃飞机丸来，飞机丸来，飞机丸想要吃啦，买两包两百块了啦，你一包一斤重的啦。一包一斤装啊！六包，六百块，六包算五百啦。买了买六包，剩你五百块就来了。来你啊，是啊，你六包五百块去呢。还够人来无？你还要买五百哦？我买两包，两包来，两包。两包，够来。两包两百块来，够两包来，超精来了。哎，谢谢啊。两包来，两包来。两百块啦，我现在两百块一边啦，拢是这边的，怪怪的。啊，那你换过来这边的，换拢这边的。五百，五百的。是啊。五百呢？无啊，无啊，出四块呢。我是讲，那换你骑过来这边的，人客拢这边的买，啊，你骑这边的拢这边的买。还挂面啊？你够人。有鱼烧。够人。鱼烧的。哎，吃太阳了。啊，烧。四包，剩三包得了，好不好？来。啊，这鱿鱼签箱要吃的啊？因为请等于炒三块炒芹菜，等你袂只大冬啊，哦，你等于炒，哦，爱食啥？我问一下，买两包，一包超市卖两包，两包卖四包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来，现在无三零就两个，来，两包两百。两包，四包。来，两包来两百块了。有一圈啊。两包来两百块。两包两百块。来两百块来。来。还不只两百了？哦，两包两百来。来两包，来过来两包，两份，来两包过来，两份，来两百块两包来，我两份哦。各地卖鱼的时间表，有啊，有各地卖鱼的时间表，大箱嘞，我三包鱼。你进社管就看得到了。对啊，我以前在很清楚诶，都在你收嘞。而且是三箱，啊，鱿鱼圈呢？两箱啊！进社团，进社团干，来啊！别等伊啊！天哪，安尼要安怎啦？要安怎啦？香菜来啦！啊，你为了一人可袂用一包对？不会啊！两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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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重一个对啊嘛！哦，买千卖两包，两包，啊，一个无买对，啊，一个有买对，啊，就一人一包啊！几多包？哈哈哈！烧木鱼啦！但你都卖大冬，搁你卖烧木鱼，大冬啊先起来卖一日嘛，你卖用去炒大冬啊。来，姐夫来晒啦。他盘起来。哎，这个拜盘鬼哦，这个拜盘鬼哦。啊，这大冬啊无爱好啦。孙家就对啦，孙家拢我来先个啦，两百块拢我去啦。靠腰，你别动起来。十斤的啦，太蹊跷，两百块。你做什么卖啊，弟啊？瓜皮啊！无啊，唔知做什么卖，差不多啊。啊，迄什么节瓜，节瓜嘛起来卖，其实我嘛会使炒，诶，节瓜嘛会使炒啦。哦，这节瓜上来，还佫有木瓜咧。木瓜嘛会使炒。木瓜啦，你莫木瓜来炒啦。木瓜咧，是讲节瓜起来卖节瓜啦。
好像总共哦，拄个总共都搞个多一万，你看这不有一万？然后卖三千年，不到三千。哎，那个看这工资哦，一工啊，一工啊，你看，安尼聊偌济？来，这节瓜什么节啊？哎，还卖菜呢？你要走的哦啦？不是卖菜的，你是？来来来，这什么节？这节瓜啦，这节瓜我你卖足贵呢？这哦，你超市要买迄个哦，用那个蒸的就对啦。三条卖这，三条卖五十呢，一个人卖，一个行班在卖呢。三条卖五十块，哎，我问一下啦，这三条卖五十，六条卖一百升的啦，你要调一百块啦，靠呀，较细声，我问你卖啦。六条卖一百升的，你要调一百块啦。我招姐，你要调一百，七条一百啦，八条一百块升的啦。哎呀，七条够你啊，一百了啦，九条拢你一百块。来，哎，你十条你一百，可以吃又可以玩。哎，很好玩哦。来，一百块来，你问。这个好玩哦！来，你们知道怎么玩吗？没有。等一下哦，我私底下开那个付费直播教你们。来，八条一百吗？三条啊！二、四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。来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。来数，二来二四，可以丢没？六八十，二四六八十，来算最好解一换，是这个叫对盘，来二四六八九，来数，好，拿到了，我啊，拿到了。我啊，我啊，喂，我啊，怎么玩哦？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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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样玩。能懂了哈？那如果你们没有听到是被消音的，不是我没有讲，就被消音了。啊，怎么？